古南岛语言最先分化出的几个分支都是在台湾南岛语言，最先分出来是南卢卡语，接下来分出来是周语，再来是拉洛语。语言越有差异越大，表示让他住在这个地方的时间最久。最早南岛民族的发源地呢，最有可能就在台湾。子金邀请您收看展览《见识南岛》，透过知识来游历南岛，看见台湾。